Unbox， 我是刀锋。咁啊，今年咧就系2018年啦，咁啊又系咧呢个云展啊 ，Tamasilation 咧开幕嘅时间，咁啊一样都系喺秋叶原啦吓。咁啊，我哋咧身为即系香港人啦，冇办法去到现场去睇啦，唔系。可能有啲師兄就好有錢飛咗現場睇啦，咁但我唔係啦。咁啊，最關注咧，當然就除咗去現場嗰啲擺設啊，有咩新公佈之外咧，最重要嘅就係今年究竟有咩限定商品啦嚇。咁啊，都咧暫時咧就搜刮咗呢三隻嘅嚇。咁啊，今集咧首先將會同大家咧開咗，大家都好緊張留言，好想睇嘅其中一款啦。咁啊，包廂嘅周開轟啊！SX Figure Kamen Rider Brito Hasa Form， 哇！呢只犀利啦，初時訂咧就話佢要去現場排隊先買到嘅，咁呢兩隻好似轉頭即係個展過兩日就雲 shop 開咗訂，咁呢只就好似。得呢個咧就要排隊先買到嘅，咁不過咧喺我今日開盒嘅時間咧都開埋啦，咁但係要下年五月先到到貨，咁啊所以咧呢只都哇好開心，我可以優先玩到，咁啊唔講咁多啦，開嚟同大家望一望先啊。哈薩風棍啊！應該睇唔到咩嚟，呢邊先係正面嚟嘅。Tamasilation 2018，哇個封面好靚喎，咁但係呢個係假嘅，裏邊呢個先係真嘅棍啊！错啦，好啦，呢、這个就系碧月台嘅黑沙方嗰个暴走嘅形态啊，咁大家有套睇套戏都知道啦，用亲呢个方咧就忍唔住佢乱咁杀人嘅战套，好开嚟逛啊，哇，果然咧黑色就系型，黑色就系男人嘅浪漫，你见我着全身黑衫就知道我系型嗰扎啦。OK， 好开咁啊，开嚟望一望先啊。因為有些樽仔在裏面，所以我再小心一點。首先就去除了一些障礙膠紙先。哇，咦你看到嗎？它身後是用了一些磨砂的，有一點像有一點像雲石一樣，有一點磨砂的。哇，好靚喎！還有大家留意深一點，看到它身上那些呢不是真的黑的膠色，它是重新再噴了一層銀瓦黑色上去的，或者做了一些燒鋼那些動作，好正喔，哇，真的你不需要擺任何的 pose， 就這樣動起來已經漂亮到爆炸。另外呢看到那個黑沙 Trigger 都非常之仔細的，哇，相當之不錯。手型方面，手型方面呢都是比較少啲嘅，咁有石有兩隻鏈嘅手啦，咁同埋咧最緊要嘢揸槍嘅手，因為咧佢送咗支格斯鏈俾你噶嘛，咁咧個非常之重要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哇，喺又到呢個好驚險嘅時間，究竟咧啲樽難唔難掹咧？哇，喺都幾大下喎，唔係喎，死啦！一嘢跌咗出嚟，咁因為咧佢今次咧你要換方咧，你就要換埋啲樽嘅。玩到你咧，真係老人痴呆，即係你冇嗰啲老花咧，都玩到你變有老花。咁啊，因為咧平時我就建議大家咧冇乜特別就唔好掂個樽嘅。咁但係你今次換方啊，你換方唔換個樽咧，就好似個心啊揦住咁樣。好咁啊，睇個頭先，好易掹啫喎，咁啊相當之容易嘅變換嘅方法。咁啊，今次嗰個換頭都幾容易，因為咧其實因為我有事前試過有啲 SX 換頭好難嘅，因為都係嗰個波裝嘅問題啦。咁今次呢個係容易換嘅，不過都係奉勸大家一句啦，冇乜特別都唔好將啲樽換嚟換去啦。咁我應該會 keep 住翻呢個Rabbit Dog Tanko 呢個形態嘅，因為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有型。咁啊～keep 住唔好啲樽照嚟掉，費事一陣又唔見咗啲樽啊，真係喊都無謂。好咁啊，不過咧都要同大家講一句啦，咁啊佢個 body 咧一樣都係我哋以前成日話嗰只Birito 系列嗰啲波嗰啲關節，譬如話拉出式嘅大髀啊，嗰啲好容易甩嘅膊頭都係依樣嘢嚟嘅。咁同埋你見到咧咁多尖刺咧，所以個膊頭都係頂住，咁啊喐動方面係差少少嘅。咁同埋佢要玩嘅小心啲啦，因為咧太多呢啲尖角啊，咁呢啲一跌落地就拜拜啦，所以咧大家輕力啲玩，温柔啲就 OK 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作於呢個雲展嘅限定商品嚟講啦，都算有誠意嘅，因為咧以往佢好多商品咧都係將舊帽咧去改色嘅，咁呢只
都唔算係全部改色啊，咁好多嘢都係新規嘅，咁所以我覺得 OK 嘅。咁同埋咧，成隻嘢咧，啱啱講過佢好多嘅位置都係重新噴過啲碳灰色啊，同埋上過油，咁我覺得誠意都 OK 嘅。咁加上咧，佢而家都公開去預訂，咁所以咧大家都唔需要食炒價，咁不過可能要等耐少少。咁啊，若果咧中意哈沙方而有耐性嘅朋友咧，不妨可以等一下。咁但係如果你好心急玩的話，而家出去揾好似都唔係太貴嘅，都多貨嘅。咁啊，不妨考慮一下，咁啊都誠意推介，因為你睇下，你唔需要擺任何 pose， 就咁棟喺度咧，擺嗰啲低能動作都已經好有型，因為黑色就係男人嘅浪漫，非常之正啊！咁啊，如果大家咧同阿多一樣咧，對呢只哈沙form咧好充滿咗意見，或者好中意，或者好憎都好啦。咁同埋咧，如果睇得開心咧，記住預訂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咧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啦，同埋 Instagram 咧留言同我哋傾偈嘅。咁啊，希望你繼續支持我哋包箱兄弟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